那张立东你还有什么好聊的？我们认识几年？不要用两年，两年。两年，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片？两年是酒肉朋友吧？恋下五百日，两年也超过五百天了。哎呦！而且我们是刚初认识，其实是他们，因为他们是乐天女孩嘛，嗯、是他们的，比如说那个林丹，共林丹，他们介绍我们认识的。哦，林丹介绍你们？对，因为他们就想说我是万年罗汉卡尔嘛，对 对，他们想说帮我介绍一下，然后也打听懒男的择友对象的条件。嗯嗯，比如说他真的不看外表，对，我真的不看外表，所以你不看外表，而且所以你会喜欢张立东。那你如果不看外表，你会喜欢张立东，你其实你也会喜欢我了。好惊人的发现，而且他不看外表，又不看另外一种外面那只表，他也不看。哎呦，这个表他不看钱，他两种都不看。所以你带潘纳雷海、佩纳海、潘纳雷海，对他就是你开马赛纳底，也马赛纳底，他也无所谓。就只要能照顾他，就是能体贴啊，然后懂他就好了。而且那时候林丹还说，我那时候去你那个已经收掉的节目，然后那时候不要再讲第一次了，第一次了。哦，好，不要再讲更多，因为再讲人家会知道那是国光帮忙忙。然后那时候林丹还特别跟立东说，哎，兰兰要去了，你要照顾一下他，这样。所以我们后来就常常在上节目遇到，然后就越来越熟。我们发现我们两个是同一类，而且是连续很密集，比如说今天遇到，然后想说怎么样，明天又遇到，缘分到，连续遇到五六天之后，我就觉得哎、欸，好像是不是老天也在帮我？难怪喽。可是为什么这条路会走偏？你们没有修成正果变情侣，反而变成好朋友了。对啊，怎么会？这在我们后面节目后面会聊到。嗯，对哦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不能先破格。先知道就对了，太有关系。没有，我们真的蛮熟了、啊。比如说，你看他是七月十六生日啊。对啊，你看他九月十七生日啊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对啊。我也知道他生日啊，十二月二十五号。我生日几号？谁知道吗？我生日几月几号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都还记得。我跟你讲，一年有十二个月，要猜到月份就很难了。你不是十二月就是一月啦。因为你知道我是摩羯座，可是几号我都知道。你十二月二十五号哦，十二月二十四。你们真的是主持搭档而已，真的啦。最后一组立东和懒懒认识仅仅两年，默契又如何呢？好，这两位我是非常不看好，我觉得他们是硬凑的。没有，没有，我们两年真的有点薄弱。我们刚刚在下面测，几乎是都中。对，有人为了争取录影机会，哈，张立东以前不用，但现在因为收了钱，收了一个机会，可怜啊！明明没有养狗哦，为了录那个宠物单元哦，去跟人家借一条狗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有这种人哎！哎，演艺圈不孝人士还蛮多的。谁？也要方便讲他的名字啦，对，不能讲名字。对呀，啊，所以呢，有的人没有的，我是真的有狗啊。有的人没有好朋友，硬要凑一个好朋友。哦，对呀，但是等下看看试试看，来，我们破除这个谣言啊，破除这个谣言。先暖身体，立冬跟懒懒身体。好啊，这非常简单，少女时代都知道。对，好，你们两个可能必须要站起来一下哈，来。有没有默契就看这里啦，做出少女时代的一个动作 pose， 三二一，有吗？什么？什么？来，定住，不要动。哎，我是第一个啦，后面是这样。你们全跑上，你没有，我手是硬的，我本来要转，但是卡住了，他手转不上来，然后就用拳头，你都没有手指，完全不，哎。他们有这个动作吗？我要叽叽叽叽什么的 ，baby baby 那种啊。哦，啊，你这个是干嘛？就是韩团很容易比爱心啊，对不对？那太抽象了。菜市场大妈都这样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是测试而已。测试啊，暖身暖身。第一题，请问，懒懒交过几个男朋友？哇，好，这个就可以了。很难哎。哦，嗯，哇，好，那你不要跟他使眼色哦。张立东，你不要把自己算进去哦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写的。没有这样的啦。我的预想。哦，你请问我有想法？原来他有想法。预言魔术。请问你写的这个数字男朋友当中有包含张立东吗？没有。没有。OK， 好，来，请举牌。
数字是一样的，但是意思是不同的，因为他写二加一，为什么二他加一？他的一刮胡张立东。你们刚刚有问到后面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在这边跟他相处了一阵子之后，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，我就觉得隐约觉得他好像不是喜欢男生。我有在怀疑这件事情，就是他到底是不是？这边现在大爆料了。有没有往这个方向走？或者是他是为了避开我，然后假装喜欢女生的状态？可是你喜不喜欢他？立冬现在有点严肃的在想，是啊，你是喜欢他们，你干嘛写你自己？立冬讲真的啦，立冬，就是大家也认识这么久了，也不需要再讲假话。对呀，你如果真喜欢懒懒，我们就讲嘛，我们也不会跟你抢。我们不会，我会帮你。你当然啦，我也不会跟你抢，也是祝福你。那人生有时候机会就这么一次了，你如果这次说谎的话。可能永远就跟他，因为我发现立冬他很聪明，他刚刚讲话有这种有然后反复一下说他只对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要做真心的。他刚刚讲说兰兰有两个男朋友，然后自己又在那边括弧我，就阿一，就表示说他预想，他希望他在里面。他这个就是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暗示你喜欢，拐个弯在表白。对，立冬，我必须跟你讲，在我们节目有一个魔咒，就是凡是在我们节目说谎的哈，都会被神明处罚。讲真心的啦，如果假设懒懒愿意的话，你会想要当她的男朋友吗？加油，立冬，加油，说出来。L B，你觉得嘞？紧张了 ，L B 他现在紧张啊 ，L B 给的意思 ，L B 也算我也认识他七八年了啊，所以你是怕对 L B 难交代吗？不是，对我以为每次过去式了，不是不是啊，就是觉得啦，觉得你觉得嘞？你觉得嘞？就是好啦，你明明我觉得立冬有一点认真哎，他的表情是尴尬，因为他随便的时候不是因为我说话，他不敢说话，因为我最近漂眉啊，所以现在我觉得大家看我脸了，对不对？不太自然 ，Follow your。Heart， 直觉。没关系。再问你一次，假设现在在懒懒愿意的情况之下，那张立冬，你愿意当懒懒的男朋友吗？三二一，请作答。哇，不是我难得来上一次，怎么变成？再一次来，三二一，请作答。进破口。我们对啊，我觉得对女生会很尴尬。那应该先问女生愿不愿意吧。张立冬想要当你的男朋友，你愿意当他的女朋友吗？说谎呀，说谎不是你不行这样子这么果断，因为人家对不对？还要想一想，你讲男女朋友就是一定要怎么样？你要说有没有一点点好感？但他一定会说有。我好喜欢你哦。你要讲有没有一点点好感？那他一定有好感的啦。他一定有好感，那没关系，那就先讲嘛。你要先问人家兰兰有没有一点点好感。搞不好他本来要脱口而出，我也要。有一点点缝隙。你愿意给张立冬机会当你的男朋友吗？请作答。我愿意。哇！什么意思？可是等一下，我愿意之前还什么意思？你明明就听懂，还这么编？你是得金钟奖哦？那是我吗？你是听不到，但我真的要讲，立冬真的是一个好人，就是他为人处事跟他个性是很棒的，可是他就是缺点在于他就是太多太花了。他如果不那么花，他叫你 OK 吗？如果他改掉，我跟你讲，在这个行业啊，就是因为你太有才华了，所以很多女生会喜欢你，然后你嘻嘻哈哈也不知道你是真假，所以你如果真的喜欢他，你要稍微认真一点。这段是不是太私人？立冬，这段很私人。立冬，哥哥吃过这种亏，我看到很多人在看我。你听我讲，哥哥真的吃过这种亏，哥哥就是我啦。哥哥真的吃过这种亏。真的，玉林哥就像我完全懂。我对喜欢的女生哈，我会为了掩饰我的喜欢，我的哎真感情不安或者怕被打枪，所以我习惯用开玩笑的态度。
就是给人家觉得假假的态度，对对对对，假假真真，真真假假。然后我在测试他的反应，可是有时候弄巧成拙，就是女生呢多看你几次，就是你跟谁都这样子胡说八道，对对对对对，就叫你不要再当中央空调，对，就可以再当暖炉了。OK OK， 哦，哇，所以好棒哦，我们现在是要地毯，是有没有地毯吗？为什么有地毯？有牵手了。来，我难得的牵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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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牵手，这是警察队。你不要突然人家了。来，那边有 motel。不是，什么？不是护身符，是 motel。直接送入产房。不是，你这个人真的很浪漫哎，真的很烦哎。人家是我们今天就是起了一个头，然后让他们自己慢慢思考，他们以后的友谊是要往什么方向走？因为两个人好像似乎都透露出那么一点。有啦，有这明显的在班都看得出来。木星以你的人生经验看得出来，他们两个看的有一点点，互相喜欢，有一点小情小情意，但是可以把它分成友谊，也可以是爱情，就看他们之后自己怎么。模糊有答以上，恋人未满，对对对对对。东仔，你看好他们吗？我觉得有中啊，中了吗？中了吗？自己研究出来吗？就是立冬的一定是他们有相处过，所以懒懒才会说他思考一下，觉得在节目到底是要效果还是认真，他讲了我愿意，对，不然他大可以说我不愿意，然后变效果就好，看得出来都有认真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有两个都趁机认真一点点这样子，对，我们的主题是说朋友默契大考验，那你因为变转了，朋友也不用再问了，因为你们已经不是朋友了。我一个请求，你们一样好，因为总之要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嘛。你们两个十指紧扣回座位可以吗？好，来，哎呀，边拍谁啊？结果是我跟你。没关系，我们拍一个唯美的画面，唯美了，好，来，请回座。真的很搭呀，是吗？这个雷神会变这样子，真的，很可爱，好浪漫。你们两个其实很速配。合作那个配对节目哎，有你们两个一起很棒，合作无间哎，来当红娘也不错，当红娘也是有福报，当然当然，你的好朋友张立冬，嘿嘿，又来了，那个前几个礼拜你跟懒懒告白成功啊，怎么你是踢小饼了？怎么现在又坐在这边联谊啊？变通告没有啦，失败。男生就是这个是工作啦，嗯，顺便也让楠楠看，因为他还在等回复嘛，嗯，对不对？顺便让他看看我喜欢的对象的条件、哦。就是等回复的过程当中，你还是保有那个选择别人的资格。男生要有一点竞争力啊，对对对，没有给他一点压力。对，你动作要不让来哦，啊，你不赶快决定，你不赶快决定，我就选别人了。来，张立冬，37岁，太转折太大了吧。173.5公分，应该是172啊，这个有谎报。单身3年哦。哦，对啊。你单身3年？3年。但9次是有点多。哎，10澡杯以上哦。没有啦，因为我从小就是奶奶带大的嘛。所以对奶奶有特殊的情感在。憧憬，而且我这个人比较有宗教信仰，我是逢凶化吉啊。啊，你也是匈奴。好，恭喜立冬。不得了，第一次要跟女神见面，这个女生我记得没错，你应该是第一次跟她见面。哦，真的假的 ？You have never been met her。哎呦 ，Somebody new。对对对，很期待，很害羞吧？对，哇，心有没有跳很快？哦，有，很紧张啊。就至少确保不是我，不是小瓜小麦。有，她心跳老快，你摸摸看，真的真的。对呀、啊，澎湃呢，扑通跳，不得了了。好，图穷匕首见，荆轲刺秦王，女主角要现身了、啊，来欢迎我们1号女神。哇！来，走秀，走去，再走回来，来走秀。OMG！ 走秀一定是好的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。冰冰姐也很会走秀哦。张立冬说：“希望是 C 罩杯啦，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，他不是 C 罩杯哈，我先跟你打这个预防针啊，我只透露这样而已，不是来，准备啦，3、2、1，哦，来，张立冬第一印象怎么样？你跟他以前有
合作过吗？有有有，他有来上过我们那个收跳节目。哦，那所以已经不是第一次。不是不是不是。那你对他派派、啊、对他印象怎么样？派派就是小小只的，然后呢，身体。不是不是，身材很好，对，身体，我在讲身体健康，体位正常。我刚跟你说不是 C， 因为他是 D， 对，哦、OK， 你一定很好奇我怎么会知道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没为什么？没有啊，为什么？什么？你怎么这样子啊？现在干这种事情，我就跟你讲哦，有些事在外面不要讲。你以前都三百雷利，没有他偷袭我家了。我们的事情怎么可以让他们知道呢？没有，他先是播出去，我老婆也看到了，我怎么跟他交代？没有了，刚好给他交代啊。没有了，我有去突袭他的家。我们那支影片哦，哇，那个一天就破十万，嗯，对呀、啊，非常惊人。威廉省欢乐颂啊，要多支持。他现在在讲一下自己，这不是一段要这样子有互动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讲这个厉害的哦，这个叫做我相信听名称你就会期待。哦，吸吸我的爱，吸吸我的爱。好，怎么玩？你等一下就会知道了。来，吸吸我的爱。非常简单，这边有一颗球，夹在他的膝盖，所以你要用你的膝盖，从他的膝盖把它吸过来，从他的膝盖吸他的球。很会吸是这样子的。啊，吸吸吸完以后把它放进来。哦，对。可是手不能碰到球。OK， 好，来准备啦，来。来，这是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游戏不是给你们这边开心的哦，你们要。细细的体会这个互动过程当中，它的意义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你们适不适合交往，透过这个吸吸我的爱，你们有没有心动的感觉的感受 ？Follow your heart， 因为等一下要让你们做出决定，决定要不要进一步交往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节目是这样哦，说了不做到会不红十年，我跟每个艺人都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第一次来你也这样讲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来准备，来吸吸我的爱 ，Action。其实这个很，哎，这个很难。派派，你要这样说不定比较简单。这样哦，你派派比较娇小。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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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顶，你要顶一下，你要顶我倒退，你要顶我，顶我，然后你顶我，你顶我，然后倒退，对，哎，你再顶，你再顶，对对对，你顶我，你顶我，我们这样，你顶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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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到底是什么啦？你好，这跳烧死！好，来，好，第一关过关，现在还有第二关哈，两颗球而已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！哦，终于有点涟漪了，好像有。你要往前，不能掉，不能掉，表情控管一下，表情控管一下，表情控管一下。哦，你们这样打情骂俏在干嘛？我觉得这中间有已经有一些变化，哦，有没有？有一些变化了，有一些异样的感觉，有一些变化了。那经过这一轮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心情怎么样？谢谢你。你真的是我的好哥哥。本来第二球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第二球要五百，但那个球比较小，没有，这是默契的，变成我们的。其实我们的默契是还需要再磨合。嗯嗯，好了，我相信现在女生心里面已经有定见了啦哈。对啊。我们等一下这个决定是这样哦、喔，两好，我先简单说明一下，两个人面对面，对不对？好。那然后我不用讲一些话啊，也可以啦，男生讲一些话。深深的看着彼此。然后三二一，如果。女生想你，男女都一样，想进一步交往就互相拥抱，女生或男生都可以。如果不想的话，就转身。张立东，你眼神可不可以温柔一点？就转身无情啊！看着人家眼神温柔一点。然后张立东，你也可以哦。我们没有一定要女选男哦，男的可以选女哦。三二一，你不想你也可以转身哦。哦，嘿，好，来，就看来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。来，好，来最后的时刻，来拍拍你有什么话跟他说。就是你要好好选择哦。哦，哎呦，来，你跟他拍拍。嗯，你如果去药局的话，你觉得你买药的时候，你买的是内用还是外服的药？内用吗？外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买外服。选择喜欢请拥抱，不喜欢没有意愿请转身。准备啦，三一，请选择。
没心思啊，没有啦，要问他尊重女生啊。對對對對對對，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前面我说的啊，立冬太熟了，真的压力那么大吗？啊，不会啊。OK， 好，我很祝福、啊。太熟了。哦、oh, ，对对对，啊，可能你跟奶奶的事情他知道。对啊，你女生都这样了，你起码得北宋，你们都怕哎。好，那两位就无言的结局啊。好，可以，好，那请回座了。谢谢。你好像主持人。立冬，立冬，立冬，你给我凭良心啊，立冬。我凭良心，我凭良心，来，良心，我凭良心。哦，有了，有啦，负三啦。我负三是因为哦，哪个分数最低呀？有一句话说，小时候胖不是胖嘛，啊，小时候丑就是丑。小时候丑是谁说话？我小时候丑就是真的很丑。你小时候是？你小时候很丑吗？我有照片，多丑多丑，可以看。你要看吗？那你有时候对自己要求太高，我看你现在样子应该觉得是 OK 的那一种了。我怎么看到你跟 L B 的合照？没有啦。哎，我这边看到你的那个裸体耶。有他连裸体都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发生在就是我跟我的一些邻居好朋友。我们然后家人全部都去，他们都带小孩，然后去河边玩，然后玩一玩玩一玩，然后有人就在钓鱼嘛，然后小孩就在那边玩玩水，然后就有一个邻居就跟我妈妈讲说，哎，你儿子吼，不用给他钓竿，他也抓得到。然后我妈就说，为什么？你不觉得他长得很像河童吗？真的假的啦？那个头顶。头顶能装水那个腰修过啦，给我看一下啦，点绿绿的，然后头我牙齿又有点龅牙，而且感觉你头顶可以装水，所以你妈尽量不要带你出门，哎，她就会对我妹比较好，我在这边说过啦，说过这个故事，带你出门就然后她会被笑，但是我就会想尽办法让自己稍微好看一点的，所以越来越大，可是问题是到了出社会的时候还是遇到难题。因为我那时候出社会，我刚开始在卖房子啊，卖房子我是新人嘛，所以大家都会把事情丢给我做。然后呢，比如说我那时候也第一天报道的时候，我也没干嘛，我想说有礼貌啊，都倒水给他们，这样应该 OK 了。然后就下午的时候，那个阿姨就过来说，哎，你是新人呢、欸。啊、你现在在干嘛？我就说，我在等你们就发配工作给我。我说，啊，你不会就要问啊？他就说你不会就要问，很凶哦。然后我就，哇塞，这么凶哦。然后就这样子，我就这样熬了。我就想说，那我新人我努力一点熬一下，就这样过了试用期，过了三个多月，哎，有更新的人来了。然后我想说，那太好了、啊，那我就可以把我的工作对，有一个垫背的更菜的，换你变老鸟，就有学弟子他是男生，然后结果那个电动门我。印象很深刻，打开来，他好像有光照进来，因为他是很帅的，就像韩剧，头发都梳好的，就像祖雄这样走进来，然后给大家微笑，说大家好，然后我跟你讲，那微笑充满全部的阿姨都这样，整个变得你们阿姨差别待遇，你们阿姨是海狮哦，表演。然后好了、哦，我就想说好，那我等一下看他怎么出包，因为他也跟我一样，第一天的状态是一模一样，也都不问。然后结果呢，那些姐姐就一直找空档过去说，哎，你这个我教你啦，这个你不会，我教你，就开始教了。然后我想差太多，然后真的他的工他变得都没有事做、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应该要带看客人，对不对？他们那些姐姐就开始把那些最难带看的客人全部都丢给我。就是凶宅、阴宅那一种，客人就是麻烦啰嗦，或是不会认真买的。介绍给我那个很奇怪的阿伯，也不知道干嘛，我就带他去看了。阿伯，你觉得这间这样子状态这样 OK 吗？我就介绍格局给他，然后阿伯就说，那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然后他就跟旁边人讲话，旁边没有人，他旁边没有人，然后他说很好哦，有好可怕，因为他那个阿伯他的那个他讲的是真的，他的老伴走了。你刚说阿伯老婆过世，对，所以他我。哎呦，他习惯，因为他习惯要跟他旁边人讲话，什么都要问，这格局好吗？啊、哦，我老婆说还不错啦，然后呢什么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会不会签约是你老婆签的？然后我说我就很就是遇到这种事情就算了，然后我就发现呢，这个帅哥他常常到一半的时候，就是比如说上午我们吃饭时间还没到，我们那个主管就说，哎，那我带他去拜访客户，就出门了。哇！然后都忙到下午一两点才回来，然后一回来呢，他就走我身边走过去，我就闻到浓浓的那个火锅味。他就是带他去吃火锅而已，他去吃那种火烤两次。对对对，呷哺呷哺。然后每天都不太一样的，还有烧肉，就是带他去吃香喝辣的。然后我就是都是不好的事情。
然后这样子就算了，工作就算了哦。我出道也是会遇到这种状态，有吗？那时候我们刚出道，其实也没有到很红，知名度也不高。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要录一个，我印象好像录一个棚内的节目，然后不是要那个到时候啊，我们不是要别麦吗？然后呢，结果他就把那个麦啊别在我助理身上。真的？真的假的？他就说，因为你助理比你还帅，因为我助理比我像样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那时候也比你还体面，嘿，他别错了。然后我就傻眼，他说不好意思，那立冬是这个是我带的艺人这样啊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不过现在是真的是很多助理都是行情很好，对呀，对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玉林哥你要小心，我要小心什么？你的助理比你还会打扮。我以前真的有一个助理，男助理，身高180公分，真的长得比我还帅还体面。然后我那时候不是出那个冬眠那个单曲吗？去电台做宣传，有出单曲，有。那电台有点不食人间烟火，谁他都不认识，哎。把我助理迎进去，把我挡在外面。他说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录音间很小间，助理在外面休息。”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啦。哎，可是这个都化为你之后成功的一种动力。对，没错没错。你其实很想力争上游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帅给他们看呐，就对啊，不要被丑击败，要不然就变丑击败。丑都已经够惨了，比老击败更惨的是丑击败。对对。